CCTVB 暑假隆重呈现长命百二岁旅行团，今个暑假带你畅游新加坡、台湾、日本、韩国，玩尽各大老人娱乐热点，帮你合家开心，个个玩到长命百二岁。等食、等瞓、等死，人气热爆，同斑马人斗长命，赢到依班老人家先讲啦。同斑马人斗乜都得，总之唔好同佢哋斗长命。呢位长辈过咗身。他哋都係，佢哋都唔喺呢個世界，佢離開咗。喺採訪報道裏面唯一健在嘅係佢。特色老人餐廳，吃喝玩樂大滿足，以長者侍應大頭蝦為賣點。韓國整容出神入化，隨團參與仲有特價優惠。如果仔女同父母一齊整，二人同行，連仔女都有優惠。高科技死亡體驗，第一身極樂之旅。靓酒店你住得多，特色棺材套房你又试过未？嚟参观嘅男士每五个得一个咁份棺材，反映男性普遍喺生死问题上唔够勇气。反而女性比较愿意试，除咗胆够大，亦都因为佢哋通常长命啲，要帮男性亲人睇定先。寻幽探秘，美魔女选美会，话俾你知乜嘢系越老越美丽啊！姜系老嘅辣。皮肤是他们的话，再埋红叶尖歌团，青春活力翻晒嚟。呢个南韩乐坛组合唔一定是最好，但肯定是最老。日本超级科技展，老咗都唔使担心。科技真系一日千里，放心升都升得起啊！老人专属赌场，帮你抵抗老人痴呆。佢哋嘅理念系唔赌好易老。最后仲有专人教你健身，包你身体健康，连名人都赞好啊！为什么那么喜欢运动呢？运动可以帮助人健康。咁吸引嘅旅行团系咪好想参加先？只要我哋收到一亿个 like 呢个简单指标，我哋就会抽出两位奇英免费同行。快啲嚟行动啦！